鲁刀焦糖色，肥瘦相间的蜂肉看起来软嫩 Q 弹。民众日前来到台中丰原第一市场买了蜂肉要来祭祖，没想到价格一出，惊呆了。数一数，一共1、2、3、4、5块蜂肉，竟要价470元。客人问老板怎么卖多少钱，他都不说清楚，很含糊，然后直接切好了之后就卖给客人，然后客人才会发现怎么这么贵，贵的离谱。民众抱怨店家只说1两37块，想说先称称看重量，若太贵就不要购买，没想到老板称重完直接减，事后才告知价格。我们绝对会跟他讲说这个做多少这个多少，然后问他要不要切，他如果要切我称完就给他切了。实际到市场询问别的店家，一两价格约17元，若以12两重的蜂肉，价格落在约200多块，而这也不是店家第一次被消费者客诉。客人都买到很生气，他这样子不行，会影响到我们市场的声誉，就叫他不要租他了。消费者他不见得对重量的敏感度有那么大，所以建议业者可以跟消费者先沟通好，那称起来是多重，费用是多少钱，然后再来做裁切。民众购买前还得再三和业者确认，或是找价格标示清楚的店家，免得买蜂肉祭祖买了一肚子火。三立新闻陈品瑶、屈道云台中报道。